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哎，今天来到天津啊，心里非常的高兴。是，上台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大柱。大柱啊，你要干嘛？上台做个介绍啊。怎么介绍啊？往这一站，说自个儿名字啊，有意思吗？这不全这样吗？跟他们一样，想成我的牌。你还要跟大家怎么不一样啊？看我，看我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是您怎么不一样啊？我有学问。您有学问？满腹经纶，不知经纶。好，吓我一跳。经纶，经纶，满、哎、有学问。是不是爱好不一样？您都爱好什么呀？诗词歌赋。哦，爱好写个诗。哎，最喜欢的啊啊啊！西江月，六六七六，或懂这个。略知一二，太好了。是啊，就好这个。您所以今天啊，我用西江月介绍我自己。您要用西江月介绍您自己？行啊，试试。可以。试试啊啊啊！本人名叫李宁。对。家乡祖籍北京。是。别人说我挺寒碜，嗯，自个儿觉得还行。由于自幼得病，对，导致口齿不清。五官挪位，身子拧，好似要现原形。哟，啊，好，饱经痛苦磨难，是，依旧笑对人生。好。兴趣爱好很广泛，嗯，最爱还是相声。哦，是，好，谢谢啊啊！演出开始啊啊！相声啊，不好说，很难，你得您先别等会儿，李先生，抱我呀？干嘛？抱我？抱吗？好。嗯，这什么毛病啊你？不是你让我抱你吗？哪个抱啊？啊，介绍我呀！我说不合适不是？是不合适，你得介绍我。哦，介绍你。啊，对，正好。啊，好，正好。哎，他叫张雨鹏。是。完了。相声啊，不好说。别完了啊！别完了。您看，您用西江月介绍您自己多好啊！啊，您也用西江月介绍我呀？用西江月啊啊，说你呀，行吗？行，来。说你是吧？说我。嗯。姓张，名叫雨鹏，是我。我管他叫师兄，不错。冷眼一看，挺威猛。实则百无一用啊，整天胡吃闷睡，不是，不干正经营生，喝酒打牌去歌厅，偶尔也说相声。介绍我好的啊，好的。啊，那个台风洒脱稳重是。表演浑然天成，哎，我的特点。你再苦练十年功，怎么样？赶上我水平，哎，还是不如他呀。谢谢两位啊，这个李宁、张雨鹏啊，两位，李宁呢虽然身体上不太方便，但是特别的爱相声，非常的执着啊。